来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乌龙因地物。那我们今天继续开战《现代战争2》2022多人线上对战模式。那话不多说，就已经开始配对了哈。没问题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决战。那好，看这参数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。那最近就是因为练射手步枪，越打越差，哈，没办法。那很奇怪，开镜头就会打特别烂啊。自己在玩就好一点了，没有开镜头慢慢打的比较好一点，因为这有点分心，可能有差哈。好啦，我们要开始啦，大家看一下这个，应该是可以的哈。这今天的是。博物馆这一关哈，错了，原来是机器，无人机，我还以为是有人在那，被耍了。哇哦，我打不过无人机就快跑了。
完了。追过来，伤脑筋。对啊，这个博物馆的场景是蛮精致的，像真的在旅游一样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个射手步枪，真的我觉得好弱、哦。像这样，之前他早就死了，好不好？一发就死了，还打那么多发不死，你搞错了，难用死。啊，对啊，以前玩狙击枪多爽快，那个哎，射手步枪。但是我现在就是要把每一种枪款都把它练到满档，所以就会这样。每次都擦边球，真会气死人了，真的是。每次打到都不死，哇，他昏倒了，那枪真的烂到爆炸。太弱了，所以真的打不好，没辙。射速这么慢，然后看打中又不死，然后昏倒了，这很难接受，也是。哦，你说打到吊车尾，气死了。班长直播都那么烂。哦，这个厂长炮枪啊，好惨哦！啊，每次打博物馆都打得蛮惨的，感觉这样子。哦，好啦，算了，状态奇差无比。好啦，下播下播，不管了不管啦。这也是乌龙阴地物啊，打得真烂啊，没辙。
哦，烂爆了，实在是烂到不可思议耶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真是烂到，好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现在状况有多差了？好了，下播下播，回去好好反省吧哈。好了，今天就玩到这啦哈，这没有露脸打然后比较好。这枪实在真的是太难用，我觉得射手步枪是一整个烂到爆炸，好吧？好了，就玩到这吧。这烂到不行的射手步枪，场场炮枪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，下播，拜拜。